哈喽，Hello, 大家好。今天分享的工作流是基于多功能换背景工作流的打工模块重新搭建的，目的主要是改善 i c AI 模型出图颜色细节丢失、面容改变等问题。除了更便捷的操作界面外，还对灯光类型、光线调节和细节还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也提供了面部修复功能，特别在面部较小时可以大幅改善崩脸的问题。话不多说，现在来介绍下主要功能以及用法。生成预览图左侧有一列的控制器，其中 IPA 还原主要是还原风格和细节。 拉满后，风格色调会更偏向于原图，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细节还原效果。胎儿还原是通过 Control Net 的去对主体或者整体的细节进行改善，还原效果相对较强。可以看到衣服和裤子上的纹理更加的丰富以及清晰。现在把强度值拉满，原本被阴影遮盖的部分也一并还原了。所以一般不用设置太高，不然会减弱打光效果。 下面的控制器是通过 inpaint 模型去固定人物面部，适当的强度可以改善面部细节。但是如果把强度调到最高，则会完全复原原本的面部。对比一下，现在面部细节和原图几乎没有差别。通过这几个控制器，可以在保持有光影效果的基础上去改善图片的细节。原图混合意思是把原始图片以设定的透明度去与生成的图片进行混合。 作用是，当打光效果过于强烈时，可以把两张图去做一个综合，以此来获取相对柔和的光影效果。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去恢复原本的细节。最下面的节点可以调节图片的色温、色相、亮度、对比度等等。如果安装了 Tag 插件，可以在图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W D 十四 Tag，可以生成反推提示词。复制顶部弹框文字，并拷贝到下方的提示词文字框内。 使用与图片内容相符的提示词，可以引导生成更加明确的内容。使用提示词后，整体效果显得更加自然。操作区左上角是尺寸设置以及种子节点，这里可以设置生成图片的尺寸，以及对图片进行裁剪。来到灯光设置区域，首先是选择想要的灯光类型，可以选择线性灯光、形状路径灯光以及通过蒙版去绘制灯光三种方式。 线性灯光模式下，通过最左侧的控制面板，可以随意调整线性光线的方向、位置以及明暗过渡。如果使用形状及路径灯光模式，则有路径及单张两种细分模式。选择路径灯光时，会根据所设置的路径去生成多张不同位置的灯光图。灯光图数量可以随意设置，数值越大，则路径分布的灯光越密。利用生成形状图案的节点。 可随意改变灯光形状。单个模式下只生成一张形状灯光图，但是可以对灯光的位置以及大小进行更加精确的控制。不管哪种模式下，通过预览图左侧的控制器节点，都可以调节光照的颜色、亮度、对比度以及模糊程度。混合模式节点是把灯光图和原图进行叠加，不同的叠加方式所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区别。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 Overlay 模式。 把混合系数设置为零，则恢复原本的灯光图。对比两者所生成的图片，使用混合后可以有助于去提升暗部的细节。有些时候，仅仅使用节点并不能准确的生成想要的打光区域。例如，这张图想突出花朵的部分，但是生成的形状所覆盖的区域超出了花朵本身。这时就需要手动去绘制灯光。在上传图片，点击鼠标右键，打开 m a s s Editor，在需要打光的区域绘制蒙版并保存。 然后需要在灯光模式节点选择蒙版模式，先快速预览下灯光图的效果。现在已经换成刚刚绘制的蒙版形状了。接下来直接生成图片看看效果。调整后，主体与背景的明亮度一下就拉开了，视觉上可以更好的聚焦在花朵本身。现在生成的花朵还存在偏色问题，可以通过加入色彩提示时去进行修正。例如，加强红色和蓝色的提示，则可以让玫瑰花的颜色更偏向紫色。 除了前面介绍的三种打光模式，还可以使用图片作为灯光背景。打开上传自定义灯光节点后，灯光背景会优先使用上传的图片。例如，现在上传了一张具有艺术感的光影照片，先单独运行下预览图节点看看效果。因为前面对灯光进行的模糊设置，所以呈现出动态模糊的效果。点击生成图片，现在图片打光的位置与上传的灯光图是对应的。因为加了灯光模糊的关系，所以明暗并不是很分明。 换张纯色背景的人物图，效果会更明显。基本上无论什么图片都可以拿来做灯光背景，而且生成的灯光也很有意思。后续也可考虑使用 PS 等软件去绘制更加精细的灯光，再导入进来。IC Light 模型对于这种大面积纯色背景的图片，打光后容易生成一些莫名的场景背景，虽然是缺陷，但是善于利用也能为图片生成不错的背景。现在切换成蒙版模式，去为图片进行打光。 先随意涂画一下，然后生成图片。原本偏平面的构图，现在自动就生成了具有光影效果以及空间感的背景。通过添加提示词，可以为背景添加更多的元素。使用这种方式，可以轻松的生成光影与元素结合的场景背景。接着可以进一步优化，先补充下主体的提示词，可以稍微提升下细节。 另外，现在背景的烟雾有点太实了，可以增加下模糊效果。OK，效果还不错，可用来换换背景也是可以的。还有个问题就是重绘后人物面容会改变，而且面部较小时出图效果也不好，因此工作流也增加了面部修复功能。打开面部修复后，现在人物脸部就恢复正常了。不过由于面部过小， 相似度会差些，现在更像是美颜后的效果。如果把背景和人物区分开，会看得更清楚。选择主体还原模式，可以仅对主体部分进行还原，实际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背景受光的影响会增强，同时主体的还原度会提高。结合在一起，就会让主体显得更加突出。到此，关于工作流的使用方法就介绍的差不多了。之前分享的视频也讲过部分相关功能，工作流本身操作也不复杂。 内容比较简短，其他的就期待大家去下载体验了。OK，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了。工作流文件下载链接依旧会放到简介里。如果觉得视频和工作流对你有帮助，请多多支持，谢谢。